大家好，我是林爱玲，是一位饮食疗养师。我本身呢，在饮食疗养方面呢，都有将近20年的临床经验了。最近出了一本书，叫《吃的真相》。这本书呢，其实收集了很多真实的案例，主要是启发大家对饮食疗养的认识。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后呢，也可能能够帮到遇到同样问题的一些朋友和亲戚。部分收入呢将会充作慈善用途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